有氧运动好吗？还是应该要做重训比较好呢？两个都重训哦，等一下就没有人写有氧，糟糕了。如果想要让我们的体重降低呀、啊，然后肌肉量上升啊，降低我们的体脂率，其实是要。这个就是我找到的秘密武器，叫黑有效 TWK10， 它是一个可以增加我们运动效能。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锁定三立台湾台，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